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发住宅》，表演者董九立、马肖胜。观众一上来都自己开始乐哈、啊，哎，热情，确实，今天这场子比较特殊，是啊，我们这个演员呢缺了两对儿，哎，这一场，这样的话您就频繁老能看见啊，主持人也重复，嗯，啊，这个演员也重复，是，这样有好处，嗯，他们多挣一份钱，对，不挣钱还偷死现在，我有很多的坚持，哎，啊，这个大门儿。这是他官称，对啊，这个马肖胜，嗯，我叫董九立，我有个九字，哎，先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观众多热情，领奖的姑娘，哎，多好，跟大哥一起来的哈，干什么？上这边旅游来，啊，二哥，哦，谢谢您，哦，二哥哈，行，啊，别说那是儿子，儿子，哎呦，这姑娘这么占便宜吗？来吧，你听过吧？听相声学不了好啊。这个马肖胜是属于全才的演员。哦，我是全才的演员。哎，全才呀，全才呀，跟逗哏演员呀，就喜欢翻个包袱。俺不知道，哎，这边能逗哏，里边能捧哏，就是下酒啊。有时候自己还能说个单口相声，那也是个人的情况啊。这个平时喜欢听个京剧啊，不要好打麻将，是不是？打牌。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事情，对，我再不接地气，那常年沉浸在小剧场里演出，这还能不接地气吗？我们这都属于在小剧场演，对，现在我们流窜于流窜，轮换，对，流窜于南京啊、北京啊、哈尔滨啊、长春呀、啊，我们不闲着，对啊，你像那个还有大梯队，他们有的有名的演员，嗯，他们也是什么江苏啊、杭州啊，也有上演，对啊，我们这俩有的时候也跟着稍微蹭一蹭场，对，夜场啊，夜场您呢对的人就更少了，嗯，啊，有时候您会发现主持人呢连同在五场，嗯，啊，出来一个走，出来一个走，出来一个走，您发现那种情况，您就知道，哟，这帮孙子骗钱的。说的就不太好，也不能这么发声，对，这种发声也不好看啊。其实真是说我们哥俩能赶到一场，一个月花钱买票也不多见，哎，是两个逗哏演员在台上说相声，比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呢更 freestyle。 你说点我能听懂的语言啊，就是自由发挥一些。哦，因为逗哏演员他的词儿他本身他也有，是捧哏演员也有啊，而且我们俩互相有时候还调一下，调一下，就是我给他捧哏，啊，他逗哏，对，这段其实也能哏，是啊，尤其是这个大马是后台我最喜欢的一个师弟，哦，是吧？因为为什么他们平时有时候愿意打麻将，各位，嗯，受他家庭影响，哦，我家里边是，不、哦，怎么不是？他家里影响啊，他爸爸就是不是和尚。啊，这是包袱需要哦，这属于前场啊砸后场拿人找包袱，这俩混蛋，哎，今天这帮啊师兄弟拿他开个玩笑，希望大伙能记住他。哎，马肖胜，这是我们行业捧自己人才这么干呢，是这是个手段，是不是？因为但是我们哥俩按说啊爱好不一样，哦，我好打游戏啊，斗地主啊，这斗地主啊，什么王者荣耀啊，吃个鸡啊，第五人格啊，金铲铲之战呢、啊。啊，哦，这些我多多的都涉，就是那个两个男人激情的一宿，里边有一个男的，我就是他创作包袱的源泉啊啊，但是这一点呢，比他方便去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一上网，有网就能玩，没手机有网就能玩。对你这不行啊，你这必须凑够四个人。哎，对，有的时候三家也管呀，是吧？有的时候他，你像去他们家玩，我挺紧张。那有什么的呢？得带着钱去。怎么？因为这个他们家好打麻将。哦哦哦！有时候一去家里少一口人，嗯，我得跟着凑。我们打麻将不赌钱啊，不赌博。不是，嗯，你不明白，嗯，这个钱是买礼送的，啊，买礼物，买礼物。哦，尤其他们家长辈，他爷爷，我父亲的父亲，他父亲的父亲，你要分得多清楚，啊，分得多清楚。这个爷爷嘛，英文名就叫 father 是 father 嘛，对吧？
那个 father 怎么办？那不叫 grandfather 吗？喝酒喝你看。我专注于相声表演的艺术家，你还会两句英文？多谢，伦理的我们都要掌握。这个上他们家一打开，可高兴了，是吧？我拎着那礼物去，啊，拎着什么呢？大寿桃，大寿桃，大寿桃，大寿桃啊，外边都是绿的，绿，哪有绿的？拿绳系好了，啊，一剥开里面都摆着大馒头，啊，里面有馅儿。还有馅儿，有馅儿，有馅儿的那就不是孙子了啊，是吧？豆沙的、麻的，他们家老爷子爱吃，爱吃面食，对，爱吃面食。每次去，滴了点酒，嗯，对吧？葡萄酒，哦，我特别爱泡葡萄酒，送给咱自己，要不有酒庄，要不自己做。是，我是用碘酒泡的葡萄干儿，碘酒泡葡萄干儿。我那怎么喝呀？是不是里边是治这里边胃溃疡？不是，我家剩了一点上好的那茅台酒，哦、剩了一点酒泡的葡萄干。哦，我说话超劲儿，超劲儿、哦，泡的葡萄干。白酒泡葡萄干叫葡萄酒，做葡萄酒。哦，那么来方法不一样，是吧？你说那个都红酒啊，我这泡出来白葡萄酒。哦，白葡萄酒，我这玩意儿还冒泡呢。你这是白，确实是白葡萄酒。你这是葡萄白酒啊？你这葡萄白酒，葡萄白酒。啊，有时候拎他们家老爷子爱泡我泡的酒，用那伏特加、朗姆酒，啊，泡点那个什么杨梅，啊，泡点什么桑葚，泡点韭菜，泡点那个薄荷。哎，那个老爷子，我们老爷子得多虚呀、啊！泡桑葚，泡韭菜，那你甭管什么壶给老爷子煮啊。啊、哦，哎，每次啊喝这酒倍儿美，泡点六味地黄丸吧。老爷子好酒量，是一坛子的。一坛的量，一坛的量，这包就啊，坛的量，一坛的量，那太大了啊，酒量太大了，一坛子，什么叫一坛的？一坛的量，哎，那酒的酒坛子嘛，一坛的量，倒好，玩儿一个酒盅，是，哎，一个酒盅拿着手站好，往嘴里弹，吸天吸地，费那么劲的干嘛呀？弄一桌子菜，你看。过去了，然后兄弟你都知道，一坛酒太有钱啊，就爱喝，每次都是拎着酒，哎，丽丽，上边来这空着人来啊，来你泡这酒，来啊，这样还喝呢？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嗯，哪天我拎着酒去，拎着酒去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好酒还过三巡，嗯，那老头得睡多少觉啊？过三巡，那天一开盖，老爷你们，上头了。张家吗？老爷聊聊天，老爷高兴哦，说点你们家家事。我们家家事能说吗？当然大家事。他们俩都说成那样儿，我还害怕吗？是个卦，是个卦。嗯，是卦。好，那天老爷子不是高兴？嗯。哎，咱俩喝完酒，爷俩玩会儿了。我说老爷子，那个。上我们家挣钱去了，挣钱去。不是，我说你们家空调开的太冷了。哦，老爷子，您看你们家空调能不能先降降？咱再聊天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打那遥控器，滋儿一下，把空调关了。啊，关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俩玩点什么呀？不是我这个平时好打游戏，你也不玩啊？您家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吗？新鲜东西？哎，别说，还真有。真有，见过聚宝盆吗？嗯，当时啊，我觉得十分的 amazing。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惊讶啊、哦！这个怎么家里还能有聚宝盆呢？是呢，这东西都是传说中的啊。过去一个顶上面有珊瑚、玛瑙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对，那都玉器。你哪有真这东西？您甭说哪有这个，真有家传宝贝。我都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啊？哦，那你查查身世。我查查什么事？没跟我说，没跟我提过呀。是吗？对，头虎子这儿也没跟我说过，当和尚的这儿也没跟我说过，花和尚这都没跟我说过，都是你们这帮后台这帮人告诉我的啊。啊，我们家有聚宝盆了。是，可能是你捡的啊，可能你是捡的啊，我是捡的。那个，我给你看看啊。啊，你看，哎，啊。看这墙上了吗？墙上看这幅白虎下山图。白虎下山，哎啊！
暗门。哎，过去说这叫暗格呀。哦，这个时候老爷子打腰上，嗯，拔下了一串钥匙。你等会儿，不是腰上吧？是腰后边吧？腰后边。那么作的够紧的呀，这个不是作就不是这事儿啊，就是，哎，啊，没有作是。哎呀，带着血吗？带着血了，又不是打钉算着呢。啊，这就是这腰上这腰紧，比较紧，腰带勒得紧。哎，而且老爷子愿意往那个兜里啊穿塑料袋，那干嘛呢？那出去遛狗什么的，他得收拾那小狗粑粑呀。哦，是不是？他老穿着塑料袋，他一提了这钥匙，他老想，老想，都缝上。哎，一把，这上面一百串钥匙。啊，一百串腰，不是一百根儿，一百把。哎，对对，论把，论把。对，五个为一串，六个为一串，七个为一把，七个为一把，一把，对，七个一把钥匙，拿着一把钥匙来，捅在那个缝儿里头，啊，找着了吧？一开，哒哒哒。我们家这门该告油了。暗可不经常开，啊。定睛观瞧，啊，还是一道门。这要是变钱，这是不更厉害？变钱也行，呀，但也很聪明啊，老
房钱，好家伙，私房钱藏屁股里的，把那张开了，哎呀，一张黄色的吧？为什么要糟践自己家人？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黄色？他家屁股里边都是什么色？那红色的痔疮犯了，那是。100块钱本身也是红色的，你花过钱吗？绿色的那不50的吗？我说的是黄色的。老爷子那儿弄得挺干净，挺干净，见天洗。嗯，好家伙，拿出一钱来，哗，从玻璃一晃，哦，哗，一道绿光，白光，红光啊，是吗？啊，红光，100块钱的嘛，怎么还绿光啊？当然看见的是，当时看见的是绿光，哦，很神奇，一道绿了，一道，放这100块钱，啊，玻璃还一张，唰，一道绿光，唰，一张，唰，一道绿光，唰，一张。当时我一看，哟，这是复印机。好家伙，我说怎么跟对吧？我说老爷子不要了，够多的。嗯，老爷把这锅一翻一扣回来，100块钱消失不见了。哦，我一看这真是魔法。我说老爷子家里有这个，这家产万贯了。这过年吃饺子包一个就够了。对吧？你多多方便，吃馒头也行啊。对，吃粽子也可以啊。是，好家伙，表示钱不行，啊，钱你花不了。还花不了啊，号都一样，不是的，怎么都一样，没有那个进小卖部一张一张货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哪能干这事儿啊？聊聊怎么样？我老爷子太神奇了，真是。我走了，嗯，因为时间不早了。对，看您这表演已经2个小时了。哦，啊，您要返场呢，一会儿再说。哦，就不听你了。那我得回家了。回家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嗯，实在来不及，我这一会儿还有演出呢。哦，好不好？我走了。嗯，老爷子真客气。哦，那个行，陪我待一下，我那这样，我送送你吧。要送送你，他往外走，哪有长辈送晚辈的呀？无所谓啊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啊、我说您别送我。哦，哎，我送送你，我说不用送坏了啊。我年轻，我手上没准儿，力量大，我这一推啊，老爷子没站稳，是倒后两步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啊，坐玻璃了。那赶紧给老头搀起来呀！不用，你回头再给我换。我说老爷子没事吧？您没事吧？是，您没事吧？硌着腰没有？嗯，腰。嗯，老爷子，老爷子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吧，老爷子？哎，你往这边站着。没事吧？二位。没1个小时弄一屋子这玩意儿，怎么玩意儿啊？怎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不是给你奶奶出难题吗？怎么了？这到晚上用谁不用谁，这不合适啊？这个，你把我奶奶也推锅里头啊？太好了，好什么呀？好什么？能有这事儿吗？你说这个啥事儿？宣换了都。那天拿过来是这么大的一小坛子，哎，里面放着香火柜，扔了那过去那小古钱儿。嗯，后来一早听，那去了鬼市淘来了的，嗨，也不值钱，指不定让人骗了呢。嗯，老爷最喜欢收藏东西。对，上次花了多少钱？50000块钱。哦，收了一个上好的盖碗。哦，哎呦，这盖碗好啊！怎么呢？底下翻过来还有朱砂款的。哎呦，朱砂款是抠死它，抠死它，抠死它。对。抠死他又是什么？就是换一个说法吧。啊，边上还有一套跟他配套的。啊，这个叠那款更好看。这是星巴克。5万块钱买星巴克，哎，好不好？啊，全是上当的事儿啊！而且最喜欢的就是收藏东西，是吧？那家里头确实有点钱，老马家嘛。那老马家啊，往上数算是宦官出身。当时呢，这个。知道别瞎说，当官宦官那是太监。宦官，不是说你们家当官呢？官宦啊，都差不多。差这一刀呢？哎，差着呢。官宦，对。当时咱们这家里有钱有势，嗯，清朝末期的时候，不像现在啊，咱们这网上都可查，是抖音上都会推有那个服不服排行榜。福布斯，你老抠我这痣眼干什么呢？聊会儿天儿，你这因为我看你那里边有100块钱，
靠你智眼字眼儿。福布什么？福布斯。就你这福布斯，福布斯。对，福布斯排行榜，那过去不兴这个，我也没有。过去叫什么？嗯，亲情牌。哎，对，有这说法。你家里纳钱纳粮交的多，哎，打着鼓，打着点上你们家给送这牌位。对，送牌位钱，牌匾，送牌匾，送牌位，说明你做贡献做的多。对，家里头当时占着房场的地，是当时光种的那个养的那小麦的地得有1000顷有吗？哎，1000顷，有9999顷。用9999顷牛，对，有大挺多的，反正就简短截说就是良田千顷，哎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个词儿吧？种的树木也不少，树木成林，哎，米面成仓，是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塔，票成刀，现钱成堆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闸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。彩缎成箱，好物成台，美食成品，斗笠成恨，兄弟们成仇，来啊！成仇什么都打起来了，那就应该是和美，兄弟们和和美美，对，在一起都非常的甜美。是，祖祖辈辈没拆过家，没拆过家，家没分过家，咱别拆家呀！我听他们老说，哎呦，这人真好，没拆过家，没分过家，对，全家那儿哈士奇，那个。没分过家，是都是一个大家庭，哎啊，他当时他从他爷爷往下数，他爸爸这边啊，我父亲这一位啊，老马家，嗯，老马家这个头，他有是有一个有一大爷是吧？老布拉吗？有一大爷，对，他有一个三叔，是，还有一个二大爷，这个他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怎么了？我们上面老布拉，嗯。我有个大爷，有个三叔，还有个二大爷。爸爸去哪儿了？我爸爸偷斧子偷丢了。爸爸怎么这说的多清楚？爸爸就在这儿啊！啊，哪儿啊？不就在这儿，就在我说这里头。哪里头啊？你有一大爷，是你有一三叔，对，那二大爷就是你爸爸呀。你管你爸爸叫二大爷？不是，这哥仨吗？这中间是你爸爸吗？对，没有二大爷事，就这就是我父亲。我就啊，对，就是你爸爸。对，对吧？大爷，你爸爸还有三大爷，三大爷吗？三叔。是三叔。对，这哥仨好，嗯，这哥仨关系特别好。甭说这哥仨啊，就是妯娌们，妯娌们是妯娌们，就是你大婶儿。我婶子，你婶子，你三婶儿啊，啊，还有你这啊，等于那叫大娘，对对吧？你大娘，你三婶儿，还有你二婶儿。妈，我怎么还有你二婶？你二婶就是你妈呀，你二婶就是你婶。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？就是我妈没有二婶儿，那就没有二婶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个也是非常的和美。嗯，这仨人就好了，跟一个人似的，好了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而且要大门要的晚。对对吧？他爸是91岁那年有的他，这个这是生物学的奇迹。对，我说我爸怎么找不着了呢？让人研究去了，可能是91还能有我吗？你51，51岁那年有他，对，这叫老来得子。是的，是不是？但当时呢，其实要来要去，最后还真要上了。那可不嘛，结果都一起来了。什么叫一起来了？一下啊，来了俩。那就是，就我妈一块生了俩，哎，这是他的，这就是中间呢，啊，夭折了一个，夭折，什么叫夭折了一个？就是没了孩子生命，那叫夭折啊，对，夭卡折了一个，还是夭折了吗？夭折了一个，夭折，哎，没了呢，嗯，那个是你哥哥。对吧？是的，没的那是你哥哥。嗯，后来呢，你自己所有的你父亲母亲的爱都放在你身上。那可不，千顷地一棵苗啊！哎呦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是的，打小，你当着大家伙儿，嗯，吃老太太那奶吃了几岁？都这么些朋友聊天嘛，你让大伙儿多。今天这整个提倡你是主角，介绍你安慰你。你是主角，我是你跟大家伙儿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妈那奶是主角，现在不是。你相声说的再好没有用，人家已经有德云社，有一位马肖正吃奶吃了15岁，谁说15？一下就记住你了，谁说15了？不告诉你，18，什么18？
是吧？不了，不了。你乐着呢？谁说二十一来着？十一还不行？十一是没有开玩笑，差不多七岁吧？啊，七岁好，还说还找奶头呢？还找奶头呢？对了，没事还得吃奶，不找奶头找什么？找没事还在沙发上抬奶呢。我这是小猫，叫小猫呢？抬小猫才抬奶呢。反正留下那挺可爱的啊，最后也改了。那时候好家伙，老太太也是奶嘴虫。对，是吧？啊，我刚吃完，呜呜就长起来，不是，呜呜就长起来。好呀，后来想一主意，他爸说实在不行啊，都挤好了放冰箱里头。嗯，有冰箱，有冰箱，有雪花冰箱吗？雪花冰箱啊？啊，对，过去老冰箱，老冰箱，灌在那个小罐子里。哦，嗯，这样喝不完可以留着呀。对，要不老胀吗？实在不行，第二天呢，带去同学分享一下。啊，过去也讲究 share， 知道吧？是吧？到时呢，他爸骑着一小车，挨挨家挨户给稍微送一下。当时呢，也留下一个古语，说不有那个不是所有特仑苏都是他妈的奶。说什么呢？我是牛犊子，是吧？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什么不怕虎？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你有点虎了。什么叫好家伙，我妈的奶干什么？呼就扎起来。谁胀奶胀成这样？谁胀奶胀成那样？就说奶水。吃了七岁以后就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多不出什么来了。你当时现在，你现在他今年多大了？三十啊。我背三十了啊！该死的年龄了。你都三十四了，你都没死。我三十四，我三十四，我结婚了啊！你结了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这替他着急，我这不等你离的吗？您呢？对不对？你划了我的呀！啊，你划了我的想划。我们不是划了你媳妇儿，我想划了划了你。你妈谁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能理解我这心情吗？你什么心情？不是，说岔了，不是我，理解老头老太的心情。每次去那儿喝酒，啊，你爷爷都等着你的娶亲呢，都等着你。我也等着呢，是不是？我也等着呢，是不是？是。男朋友往家带了吗？没有，没哪儿啊。女朋友往家带了？没有，没有呢。没有呢，啊，赶紧抓紧！你不知道上一次就吃饭的时候，啊，老太太楼房都给你留好，你看，好家伙，我们家不分家吧？楼房干嘛？楼房嘛，啊，那到你这儿你自己得买套楼房啊，你得，结婚不能住你们家老宅子呀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嗯，买那楼房，买的北京这房子也便宜，北京还便宜，便宜着呢，房子也便宜啊，想买那三环里的，三环里的，是吧？那均价好像十万呢，什么？均价十万了，大半夜里什么楼房十万？人住的楼房，人住的楼房啊，用不了十万啊，是吗？用不了十万，你别买那个，别买那二十几层、三十几层的呀。那你买什么？你买个一层半的呀。那不就是平房带地下室吗？对呀，他不是有那种后改的那房，差不多价格也不，那怎么住你们家老宅子？你们家老宅子之前带给现在也不能住。你们家老宅子现在不是说打算非物质文化非物质非文化遗产吗？不是，非物质非双非，就不是非物质非文化，那不都我没全非了吗？啊，非物质怎么还非物质？这不算非物质，这就是物质文化呀，哦，物质文化遗产，对，是不是？那玩意儿你住不方便哦，就给我弄走了，能住吗？嗯，他们家这房子比较有特色。是，就过去老宅子非常接近四合院的秩序，嗯，对吧？当时可以说是就那样子啊，远瞧是雾气昭昭，对，近瞧瓦窑四少，嗯，就跟一块整装抠的一样，嗯，对，但是我们家，嗯，那不去就过轮吗？那师傅这个方正啊，四合院不方正吗？那方正没那么点儿的，这住什么呀？这个养什么？养什么？养你？这是模型，这是那手办哦。你们家那房子手办那门盒差不多这么大。好家伙，正财盲盒。哎，门盒有四颗门环，有四门环呀。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的桩子。有，对，我有魔桩对缝、八字影背。嗯，路北了广亮大门，上有门灯，下有懒凳。内有回事房、管事处、传达处、二门四扇、绿屏风、撒金星四个斗方，写的是《王者荣耀》。王者荣耀，王者荣耀干嘛？宝马下。斋庄中正，对，背面写的是今晚吃鸡，前晚。斋庄中严肃的提
对，进二门，方庄漫地，海门的院子下景天，高达天棚三丈六，四个赌头写的是今晚吃鸡，怎么老吃鸡呀、啊？怎么老吃鸡、啊？写的是足疗保健，足疗吧，搓澡按摩的呗。你不得娱乐吗？不是不是，那是吉星高照。吉星高照，院里有对儿的花盆的石榴树，是茶叶墨色的养鱼缸，九尺多高夏枝桃，迎春探春枝，翠柏梧桐树，各种鲜花，各种洋花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对，正房五间为上，前出廊，后出厦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东西耳房，东边儿厨房，西边儿是楼房，道路是书房，这还是冰。都热什么呀？把我什么水着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东边是厨房，西边是楼房嘛，对不对？给我买的小楼房一层半的。我说的是楼房啊，楼房啊，我们家楼房啊，楼房啊。倒座厨房五间没带过冰，嗯，明山月阁的窗户是扇大玻璃，下景天花，下午厅的帘子，东景间是紫虎的封门，往屋里一看，这是画露天机，别有洞。再说说屋里头，明间摆一丈八条案，上桌摇瓶、狼摇罐、宣什么盖碗、五仁熏的果盆，当中摆一定五八仙桌、香石心、配罗垫，一边一把花梨、太师椅，案中有文房四宝、纸笔墨砚、宣纸湖笔、通鉴天文地理、欧陆年照、名人字帖，有唐伯虎的美人、年山的山水、牛山的扇面、铁坊的对子、郑板桥的竹子、松中堂的一笔虎字、乾隆亲题的闹钟、金匾、道光御赐你们家的一口自杀宝剑。自杀宝剑。镇宅宝剑，镇宅宝剑，对，绿纱绿皮鞘，金石果，金石盖上挂黄龙丝绦，有一丈二的穿衣镜，五尺多高的八音盒，上边的文景碧绣，桃封的金钟，翡翠的玉磬，座钟、挂钟、带个钟，子儿表、对儿表、寒暑表，好，哎呀，就喜欢收藏啊。过去喜欢收藏表，现在喜欢收藏手机。哎，是吧？带手机了，带了不少的手机。哦，都带什么呢？他爸爸出门之前啊，先往身上绑绷带，绷带，半裤带衣，啊，不是，这样方便插手机。哦，手机太多了，展现不出来啊。是，要打这边绑起，啊，往三星、iPhone 八、小灵通、诺基亚、荣耀、OPPO、第三、vivo、联想、一加、华为、卢各式、美图。快下火 ，M 圈金立子，您黑黑小五，黑蓝马尔摩托拉，胸前挂一对讲机，脖子加一大哥大，左手拿充电线，右手举着手机架，被风出门是嗡嗡直响。哦，这是我爸带手机，手机键盘侠，谢谢你的。张票钱花完了，啊，说明时间还没到呢。哎，您多说几个，哎，返场啊，多听几个多好啊。好，外面多热呀。对，屋里头又有空调，还有几个大老爷们轮流换装伺候您。您说的不要那么牙碜，就是这牙碜嘛，咱们没挣那么些钱，轮流换装伺候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一起，再给您多演一个，对，全人能听出来。我是地地道的北京孩子，怎么听出来的？因为我这说话有的时候偏快啊，牢房嘛，哎，反正小包儿，哎，小包儿我没听出来啊。那各位这个听我们说话，北京人有的时候偏快。到南方一开始刚来那边出差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太适应，对吧？得把语速放慢，让您听清楚了。是的，这是说话的毛病。哎，尤其北京孩子，过去我们生活在大杂院，嗯，企业上厕所说话就更哆嗦，是吧？你看，一般都是东屋西屋离得非常近，嗯，您学一学沉浸式表演，啊、哦，一开门嘎嘎啦，都得照顾。开啊，家里按摩啊，哎呀，东门一响，啊，西门发觉的，哦，六合，六合，不是六合啊，六合是丫鬟啊，六合来个感叹词，感叹词，嗯，六合，六咣当一下子门响，黑天半夜的事，谁出来的一声不言明白吓人呐？哎，回答这人比他还老头，回答这个呢，是我哥哥，您在没有外人，我出来撒泡尿，撒完尿我就回去了，没。这儿缺着您呢，还得关心两句，关心假热情哦。哎呦，黑心半夜的出来，可得披点衣服。要是天一刮风，你就感冒了。知道哥哥，我披着衣服了，撒完尿就回去，有什么话咱明儿见着您呢。哎，非常。就这功夫，我都尿四包了。嗯，他可能是肾有问题。哎呦，该
糊涂了，太糊涂了，都几月还叫补吗？是不是？还用补吗？你给我们家送那个泡韭菜的、泡桑葚的，啊、嗯，我喝那个就够了。那不是你爷爷喝的吗？我可以跟他喝一个啊。这就是按我们台上您听着像北京话，嗯，实则是普通话，是吧？就是阉割，不是那个、那个打不是检验过的。对，检验规划过的，规划过的，这个就检验多了。还是上厕所这点事儿，拿台上的普通话一说，听着像北京话，十六个字儿四句话，一句话四个字儿也说清楚。您再给学学，东门一响，嗯，西屋发觉，对，这是谁呀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师傅您呢？也四个字。你干嘛去？嗯，我发疯。哎，你看看，很简单。你看，还是这个普通话。我发疯。行。都企业了，这北京人尿尿这么自豪。听这个语气，它确实不太好，是吧？就是普通话呀。但是简单。不，还有比普通话简单。那这是山东人说话，这什么样啊？在座有山东人吗？有吗？啊，那儿有哈。那咱换一个。那个，什么叫换一个？你得给我们介绍啊。啊，是，有哈，那个姑娘是山东人哈。你别冲着他说，没有，开玩笑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简单，山东人说话稍微更简单。这是多少字儿呢？还是上厕所的话，十二个字四句话，一句话仨字说清。哦，一句仨字来了。东门一响，西屋发觉，见死谁？怎么这味儿？见死谁？见死我。啊，上哪儿去？上便所。上便所。舌根子翻译，还真是。是吗，小姐姐？啊，行，大家不用看他。啊、那个，你问人家干嘛呀？开玩笑。那就山东话最简单。东北话更简单。东北话呢？在座有东北大哥吗？啊，真有啊。不许换，不许换，这没什么搞换的，就更简单了，八个字就搞定了。一句俩。哎，东门一响，西屋发觉了，谁呀？我呀，干哈妞妞？是大哥啊，大哥尿尿，东北吗？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是东北话最简单。哎，还有更简单？还有呢？河南人说话，河南人四个字就搞定，一句一个字儿。C 诺大妞。是啊，还真是，那就是河南话最简单。不，还有更简单啊？还有哑巴，哑巴。这占一个学，学方言。对啊，你学很多天上飞的地跑的，水里有草根里蹦的，大小满腰各人说话，装聋作哑都会为学。你想来学哑语？不是，就是说呀，在这个学的方面，或身什么的也都能学。哎，或身能来。您怎么样？我不行。不行。您这意思给大伙要不要这个或身？或身又叫或君之，就过去的广告。有一句话叫九香十八吊棕绳翘扁的，形容的就是卖菜的腰，腰起来是这样的。对，香菜辣青椒，哎，怎么了？腰子什么？香菜，后边辣青椒。我想问问这个香菜，它是怎么拉出来的青椒？这香菜这么细，它怎么拉出来的？哎呀，这个包袱啊，我没有想到、啊。然后你说的呢？辣青椒吗？辣青椒，它是辣的。哦，这是一种，就是你不是有痔疮吃不了吗？我没有。嗯，对。香菜、辣青椒，哎嘿，都从南秦台来扁豆茄、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这面的香椿的蒜儿的好韭菜。冰糖葫芦的，冰糖葫芦也要啊。南城北城不一样哦，北城深宅大居多，是要起来蜜瑞冰糖葫芦。嗯，蜜瑞冰糖葫芦来哟。啊，哎，咱们说你会这两下，可能念经抽，有点这意思。哎，对，有点这意思啊。这是北城。南城更多，南城怎么样？南城虽懒，冰糖葫芦刚站得。吆喝的什么呀？这冰糖葫芦刚站得，刚站得。到天津吆喝糖墩儿，嗯，糖墩儿，大红脖糖墩儿，对吧？嗯。到这个唐山有一个叫麦子，好听。哦，这是十三香。哎，对，吆喝起来成本大了。嗯，
手里头拿一张纸，这边拿个小勺，底下麻袋打开了，现吃现跳。对，一般都这样。小小的纸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包绸缎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。此纸若在我的手，张张毛料是十三香。夏天热，冬天凉，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。亲朋好友来聚会，挽挽袖子都下了厨房。先炒烹炸味道美，鸡鸭鱼肉它都盆盆的香。再过王府攀塔我烟，胜过老君的仙丹香。八洞的神仙来拜访，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。哎哎哎，好。但也不是说什么产品都能做广告做销。啊，还有不能要我的？有啊，比如呢？棺材。棺材呢？我没说。你比如呢？那可不是肯定是有不能的。哦。你棺材，你这这个产品比较特殊，是吗？你要棺材好听，咱也没人买，是吧？那可不。你比方说啊，你比方说，拿一个小木头，嗯，这是棺材的手办，对吧？啊。做不成样子。对。啊，你站在十字街头，拿十三香那调挺好听的，你套上卖棺材那词儿，肯定也没人买。我觉得你要不要我们听听，保不齐有买的呢。像你说的啊，小小的棺材，啊，四四方方，那可不得四方的吗？刚咽气的死人就离头旁，我怎么不能说？明朝中我朱元璋，是秦国中我的秦始皇。棺材落在我的手，怎么样？漂洋过海就下了东洋。啊，夏天热，冬天凉。空调暖气就里头装，哇，有电脑，嗯，有电视，哦，想听相声又播的，对对对，哎，就差一分钟，差一分钟，我再给您来一个，再要一个，哪能就是不能说一样，嗯。三十了，那边黄老爷也上了，点不够，不能让老爷丢出礼。人都怪，怎么走了？我返场还走啊？小姐，人好。得了，再给您说个小段儿。小段啊，这个您都就钱，我们这也来这儿，愿意您多演。是，老爷说一定得演够了，每回都演，下去两回都未遂。哎，对，给您说个小段儿。好，拿这个大伙来说。哎，又说我了，因为毕竟作为逗哏演员，我们经常啊在一起。搭档什么的，其实都希望自己能有固定搭档啊，是对吧？嗯，固定搭档之后呢，更默契一些。对，我们最向往的什么呀？嗯，师傅跟谦儿大爷的状态。哎，那么好啊，对吧？不光是台上的造诣，还有这个台底的交情。对，你看谁一过生日互相送的礼物，那搭档之间的情感就是非常特殊的，是吧？又像夫妻又像兄弟。哎呦，对，确实是。哎呦，谦儿大爷，你隆重的讲一下这个像夫妻的那一面。很愿意欣赏，就是互相选个衣服，能挑个大褂，互相给出主意。不要摸我，就是开玩笑。嗯，你看那个师傅一过生日，谦儿大送那礼物也很特殊啊，不就这个吗？我说不管，升官发财，啊，真有这手办，这是好事儿。但是呢，送的那小动物更有意思哦。那小动物那两只小猪，迷你的。送两个迷你猪，那猫有那个德文猫，狗有柯基犬，是，这是小矮马，小矮马，这是小矮猪，有意思。师傅一看没见过，没见过猪，哎呀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，没见过小猪啊，挺好玩。嗯，这将来就是我的爱猪啊，大家比一比，赛一赛，看谁养的小猪猪更多。啊，那俩猪，他俩一人一个，圈起来哦，圈起来养。那两只猪长得实在是太像了，哎呀，做个记号，不好区分。师傅打腰后头拔出一个匕首，晃着晃着，我都不拦你了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不敢放，明天他就不在这儿演了，下辈子再给您说相声。啊，不至于，拉掉了一个耳朵。一只耳朵是我的，两只耳朵是你的，这就区分出来了。这儿大的，这儿只有我一头。嗯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哎呦，
物都送你了，愿意糟践糟践吗？啊，不敢说话。到晚上，受伤那只猪心里不平衡，咔哧一口把那个猪的耳朵也给蹬下来了。啊，这俩猪全没了。转过来一看又一样。啊，师傅，摩羯座有强迫症。哎呀，好好拿着刀来，别插过去多好。又给拉了一阵儿。哦，没耳朵是我的，一只耳朵是你的。嗯。又来了。啊，光忽悠我这玩意儿，你不是的。到晚上，吭哧那一口把那耳朵给蹬下来，啊、哦，全没耳朵了，全没了。啊，转头一看，哎呦，师傅闹的，又把病，又拿那刺儿拉了一个尾巴。没尾巴的是我的，有尾巴的是你的。啊。我不心疼那猪啊，心疼你那屁。我心疼他那嘴。什么老婆？老婆。你拿师傅的屁股比下来的嘴，你有点过分了。哗哗直流血，你现在老往外拔刀能不流血吗？接个创口贴不行，再者说拿着你都够一盘下酒菜了，你还真是。干什么？你跟他叫什么？你甭管，必须分出来。啊，让康吃那一口，把那尾巴也蹬下来。得，再暖乎天儿俩鸭蛋，俩蛋，都圆了。师傅刚要掏刀，还没拔出来呢。气儿大，手机也不快，给摁回去了。有病啊！你老折腾两只猪干什么？对，这多好分的啊！黑猪是你的，白猪